这十天那忽然比较严重，尤其是这五天已经每天大概都15例左右。那么尤其是三民区，那么三民区的狮虎公园附近啊，一直到昨天应该有将近37例到38例。那调查这些确诊个案的他的活动或住家，就发现大概40%左右都有到狮虎公园活动的历史，所以我们研判应该是在病毒应该在狮虎公园里面。那就是病人就是民众来到了公园，被公园里面的病媒蚊咬到，然后他又再回到社区，再被社区的那个病媒蚊咬到，那他就会将这个病毒又带到社区。